这边是牙科。医院那个是一般那个翰林学院，他那个地方的学院。一个放的是大学的时候大概二三十分钟，差你这么远一点，可能等到半生半生搞好了吧。그때가장말씀많이하시는김혜수대김혜수어머니바로보고어现在这是新的，那个是王大学，从下一个大学。일로갈때내려올때달려갈까제미래남편은이제갈곳이많아요